长，我一定能执行好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园区的新规定。明白，注意服务态度。你放心吧，在我执勤的这段时间，我保证一个车轱辘都过不去。好像过去俩轱辘哎，站住！喊我呀？我喊车，他也得能停下呀。啥事啊？最新的规定，我们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园区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不是无车日吗？我跟我对象吧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俩就约好骑共享单车上公园见面，以车为号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得骑进去。你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大哥，你看我进去吧，就换身衣服，我马上就出来，两分钟的事儿。你去上楼换衣服，我在这儿给你看车啊，你帮我看着。行。哎，大哥，你给我看好了啊，我这辆共享单车吧，车锁坏了啊，千万别让别人给我骑走了啊，大哥。没事，我不离开这儿。好嘞，我马上下来，大哥啊。哎呀，给业主服好物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。哎呀，业主满意呀，这刚刚的。车锁坏了，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我这有一个编号0524的一个单车，车锁坏了，那你安排人修一下呗？啊，行，按定位就行啊。啊，没事，客气啥，应该的。等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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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6号楼的垃圾箱怎么冒烟了？过去看一看。动拐收到，动拐收到，马上来。哎，不行啊，我答应人看车呀，这锁坏了这。哎，这咋整啊？这，哎，这么的吧，临时先锁一下，啊，临时锁一下，我马上我就回来。哎，这，是不是？马上回来，快去，快回呀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太好了，我时间就刚好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共享单车上一私锁，拍视频能赚钱，我给他拍个火山小视频，我给他传网上。哎呀，这锁太了。老妹儿啊，老妹儿，哎，你说现在共享经济多好哈，干啥玩意儿都方便。老妹儿，我打听点事儿啊。就你说那没有素质的人一般都长成啥样呢？不，你往哪儿瞅呢？我瞅我车呢呗，往哪儿瞅？这你骑来的车呀？啊呗。哎呀，那你说的可太对了，这没素质的人怎么哪儿都有呢？哎呀，我的可多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哎呀，但是长得可不是你说那样。那长啥样啊？长这样。多帅呀！哎，这不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什么意思？共享单车知道不？我认字儿。啥叫共享啊？啊，你上私锁，这叫自私。我的车你给我上个锁，你还说我自私你？上个锁就成你的车了，那你回头要给地铁上个锁，还你的地铁呢？妈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老妹儿，咱家可没有那么大停车场。要我说你这人吧，就是没什么素质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其实吧，我看你是没有啥道德。哎，你还说我？你就是没有道德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还说我呢？我跟你讲，老妹儿，我就、这咋在小区门口吵起来了？啥事儿啊？保安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咋的、你说，就给上锁这人，你说他是不是没素质？谁没素质？说谁呢？没素质啊？不是，你把车锁上，你说我没素质？我就说上锁这人，这不你锁的？我锁的，行，谁锁的，谁吃方便面都没有调料包。哎呀，谁锁的？我告诉你，吃方便面里有调料包，没有面。谁锁的？谁腰托？谁锁的？谁出门掉头发？谁锁的？谁一走路就崴脚？哎呀，谁锁的？出门就掉沟里。谁锁的？谁一辈子找不着对象？谁锁的？谁打一辈子光棍儿？不是，保安大哥，你们这小区肯定有监控器，有对不对？对呀、调出来，查录像，必须把这人查录像。哎，我看着是谁，我找他领导，我好几个月不给他开工资。对，给他传到网上，微博、微信、火山小视频，让所有人一起去谴责他。对，让大家一起去唾弃他，唾弃他。不是，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这样，你就如果说刚才这人他有急事儿，他。暂时锁一下呢，谁没有急事啊？我也有急事啊。就是啊，哎呦，我大事我都忘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我得打个电话去。
喂。哎，小柔啊。你是王大度啊？王大度，我说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我这边吧有点事儿，我得耽误一会儿，我可能得晚过去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这正好也有点事儿。那什么，咱俩晚十分钟，你看怎么样？妥了，十分钟后见啊。行，好嘞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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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，赶紧啊！查录像，今天必须把这人揪出来。哎呀，我不给他查录像啊，这车是我锁的。拉倒吧，我有钥匙。你还整出把钥匙来？哎，我就不信这把钥匙能打开这把锁。你可真是的了，还整出一把，哎呀，真打开了。啊？哎，你锁它干啥呀？我们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有新的规定，禁止共享单车进入我们的小区。刚才这哥们来，他特别着急，我就替他看了一会儿车。刚才又接到了一个临时的任务，你看我必须走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把这锁门的锁呀暂时锁上了一下，实在是对不起，给两位添麻烦。哎呀，那你早咋不说呢？就是啊，早我都没插进去话呀，你俩那说话跟高铁似的，嗖嗖嗖嗖，关键刚才你俩这情绪也太爆了，我怕我插完话之后，我现在就。卷铺盖卷坐上回家的火车了，那陪伴我的就剩下诗还有远方了。哎呀，大哥你太幽默了，大哥，一场误会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妹儿，对不起了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骑走啊，我这有急事呢。哎，那你不能骑走啊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这是真有急事。我也有急事啊。就我那事儿肯定比你急。我不信，你啥急事？相亲呢？不可能，不，我才是去相亲。老妹儿，你看我真是相亲。哎，这事儿巧了啊！这车放这儿吧，你也骑不。东莞，东莞，东莞。我多着急。六号楼的王阿姨买了两袋米，赶紧给扛一下，扛一下。收到，收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真来不及，我要迟到。别吵，别吵，好好说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妹儿啊，你看我相一次亲不容易哈，你谦让一下我，行吗？大哥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。那国际惯例，女士优先呢。老妹儿，你吧就有点不通情达理，就你这样的，一般找对象可能挺困难。那你如此的不懂怜香惜玉，那谁能愿意嫁给你呢？老妹儿，你说话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那你说话也没啥分寸呢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你、哎、我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嫁不出去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这样还找不着对象？你这个，你这咋又吵起来了呢？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给评评理。就这车，女士优先，是不是应该我骑走？那你先骑走，大哥，你过来，这车是我大老远骑来的，你帮我看的，他骑走你不白看了吗？啊，你说有道理，对吗？哎呀，有啥道理呀、啊？我这等着相亲呢，这都耽误多长时间了？你迟到好吗？你相亲上啊？你跟对方先打个电话，我跟他说一下，让你骑走。我跟你讲，这都挤上点，还是骑走呗。你个大老爷们儿跟人计较这事干啥呀？别过来，别别别，别吱声。哎，哎，你好，是王大度吧？哎呀，李小柔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我这碰着一男的特难缠，就跟我斤斤计较的。哎，我这边也是，我碰着一个可不讲理的女的了，这家说话咔咔的，玻璃都能给你干碎。哎，大度啊，你不能是这样的男的吧？哎，我老大度了，我哪能是那样的？哎，小柔，你不是那说话咔咔能把玻璃干碎那样的女人吧？哎呀，我都不会大声说话啊，我平时我说话要一大声啊，我就咳嗽。听住了，听住了、哎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劝你一句啊，那女人吧都心软，你让着点她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柔吧、嗯，男人吧都好面子，你也说两句软和话，要不然那老爷们儿，我跟你讲，你整急了人心削你啊！哎呦我天，行行行啊，说软话，放心啊。好嘞，我这边我也男人点，大度点，你也放心啊。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我发现个秘密啊！哎。你俩，我跟你说，哎、没你事儿。大哥，刚才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老妹儿，哎呀，大哥刚才也是有点不讲究哈。大哥，嗯，你相亲着急，那车你先骑走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你看你搞对象也是大事儿，你骑。你骑，老妹儿，你骑，你骑，你骑吧，我骑，我下班了，再见啊！谁让你骑了？站住！你俩都不骑，
那就我骑呗。谁说我俩不骑了呀？我俩骑不骑和你有啥关系、啊？有意思，这咋还冲我来了呢？大哥，我不是说你啊，刚才你要顺顺溜溜让我进去，还有这事儿没？你说，那你要不把车锁上，哪有这么多麻烦？这样，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一台车，你这还是不行啊。也是，你说你这么的，你俩呀、啊，给对方先打个电话。看看啊，不行，咱就换个地方。你别因为这一辆车耽误事儿啊！对对，打个电话，赶紧打，赶紧打，赶紧打。哎呀，占线呢？不通。我再打，我看。我也在打。你别打了，你能接着我？哎呀，真来电话了。喂。哎，李小柔啊。啊，是我，你是大度啊？王大度，我跟你讲，小柔啊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我这边吧事儿特别麻烦，就是有这个。你是李小柔？是我，你是王大度吧？没错啊。嗯，小柔啊，你听我说哈、啊，其实我平时我可大度了，我可爷们儿了，我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儿。其实我吧，我都不会大声说话，我一大声说话吧，我就咳嗽。我听着了，小柔，其实我就是早点想见到你，我这就事论事啊。我不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不想迟到吗？小柔，对不起啊。大度，没关系。你俩能把电话放下吗？多贵呀、啊！太不好意思了。那啥，李小柔，赶紧吧，公园见面去，走。还公啥园见面呢？这不都见完面了吗？这街坊邻居都看半天了。你这事整的多丢人呢。那个街坊邻居，不好意思，你们见笑了啊。不是。我这个事儿，我今天做的挺不男人的，挺不大度的。那我跟你们道个歉，明年三月份上我家喝喜酒去啊！哎，你这也太着急了，这马上都快过年了，咱给街坊邻居们咱得拜个年呢。好嘞，狗年马上到了，给大伙拜个年，祝愿大伙啊，狗年吉祥，狗年行大运，狗年旺旺旺。